无尽点能，火流光，激光，瀑布青云，大家也是蛮炫的嘛。然后 B 招是雷射虚空幻，华丽谢幕，紫夷光波，紫极星隼，紫极星云，这个有够重的，神光微破，这个也是，爆破射线，静波，火流星，岩坠，哦，你们也是命名高手。类似的东西都会有，大家这个可能担心。OK， 我们游戏背景声音有稍微再调整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，需要再调整，再调一下。介绍我是哪位，都一样啊。位可能这一位跟大家有一个播照片跟大家介绍，也没有掉。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想看。那小编这边也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在寒假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把连枪推出的时候，我们预计有找几位合作的实况主要一起来玩这一款游戏。那跟之前的游戏模式一样，应该都会邀请玩家们，就只要在线上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玩。不晓得之前暑假其实找了很多位实况主一起直播，大家有看吗？有关那种像背后范围啊，什么打墙的数字啊，这种有关数值上的，小编再次说一次，这真的是还有可能会在直播上，
应该说跟你们到时候拿到手上拿到的会非常不一样，也不能说非常不一样，就是可能会不一样。大家目前现在看都只是一个仅供参考。有没有考虑在阿炳在伽马频道，就是去看图鉴，意思一样嘛？要是伤害再 buff 一点点，也许更好。这个真的都还会再调整哦。哦，是想到仓库看一下武器的整体外观。这个我们等一下评估一下，如果 OK 就给大家看一下。恭喜你们哦！我跟你们同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，他想测一下，玩家应该很想知道的右键的距离，但是目前也是个大概，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坐等3.3分钟，那1.0跟2.0是什么时候？现在这个是几点零？2.5T，这边只能跟您说，原则上都会，但是确定是什么，目前可能还在评估当中，对，还在确认当中，所以没办法直接，应该说连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是哪一把。